值，加入五个同学，看我们哪个模式呢？对账同学，提鸡道具提问题，提鸡道具奖励，来又是气势饮料，每次到我都是气势。啊，不玩。我刚以为最左边那一颗。不干啊，怎么了？再借一下，知道保有资源了。因为去前面被那个拍照偷放，没关系，就让人家看一下。哎呦，来三秒钟很容易摇地上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三秒钟就是可以让你摇地上一下，让你爽爱一下哦。啊，我怕一次就是让人紧张一下，我不认识的都很紧张。因为反正我的影片都是拍企划，现在是拍这个慢慢打的企划。可以。狂。26秒按。刚好在家，我刚好在家，对，每天大家打。可以啊，又是双面气势，为什么我每次都双面气势？多的宝可梦吧，是烧钱而已，每天都1-2万。花时间，应该是三星吧？大图是三星吗？大图是，对，竟然是。三星，然后我刚刚没有看过飞机，然后喷了飞机，哎，那个橘色速销一套齐了，把这些喷一喷，对，第二条喷，对，三星一定要先把它喷完啊，换到后面那个不会喷，哎，这样速销就一套了，一到三星齐了，不错，再一套，不会，另外只有四把。打999还是要克拉的，没有，是对战的必得之策吧。有没有机会连续大师？有啦，有啊。那有没有机会连续大师？把摇杆球向前推。有，是精灵球。拆颗，隔壁。我每次最近都这样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结束了 ，game over。龙虾。我昨天卡的点很奇怪，进来三星先爆，然后后面就，才那个，对，啊，没录到，刚刚，烦。哎。没有休息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没办法了。我等一下还是得处理家务，然后再回来。可以。回来还在哦。回来还在，那真的有点硬，有点硬呢。哎，第二颗高级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就刚前面没录到，我刚刚没发现，秒爆哎，你看，交换，真是出交换，啊，交换给他骗一下啊，你怎么不想骗？他连骗我都不想骗，太让我难过，结束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的第七集大概到这边，那稍微提一下，各位可能会有一点发现，我们的第六集、第七集会有一点点的小乱，是因为我的第六集、第七集以及第八集
各位如果看到参与人员名单，应该也可以发现其实是同一天拍的。那猫马这一部分就必须分成三个部分来去做一个剪辑，否则一部影片可能要高达40分钟以上都不成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说过，我们是以全一到四星全图鉴为主。那猫马这边呢，也决定呢，与保友开始做一些交换，所以上一集已经有交换了，这一集我们也有交换，我们快速让我们的一二三星图鉴先收集齐全。这一次呢，主要就是我们这一个，速销。那呢，我们的题目，请回答正确，你就拥有抽奖资格。所以影片可能要稍微专心看一下。好消息是，刚好我的二星有多两张，我换成了这两张。那其中的这张，我猫马不小心错过了，选错只了，刚好还有多一张二星。那另外这张呢，嘟嘟力是猫马完全没有遇到，因此跟人家做一个交换，我们就把二星全图，恭喜啦，二星全图啦，各位，好不好？那还有一个消息，我们先透露一下，我们目前有多两张三星，所以呢，看一下我们三星的进度到时候是多少，我们没有打到的，我们就赶快换一换，让一到三星全图。那一当一到三星全图的时候，猫马看看有没有机会抽一次一到三星一整套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本次的抽奖，卡片，目前猫马有多一张佳琪，重复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一张的答案就是答对，我们就抽我们的佳琪。好不好，各位？那预告一下，猫马呢？第八部影片其实讲出来有些东西并没有拍到，但是下了不少事情，所以，各位有福了哦！猫马的四星有一个大要紧，真的有一个大要紧，但第八集我们揭晓，好不好？第八集我们揭晓 ，OK。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就大概到这里喽，喜欢记得按下喜欢，按下订阅，按下赞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